定吗？请60秒。刚才你说的这些事儿，我的确是都有错。我还是希望，就是您能和我留在天津。我希望你能相信我，然后多给我一点时间。我肯定是会让你在天津这边落户的。听老师们的话，我觉得我可能也不对的地方吧，觉得还是应该相信你，毕竟还年轻嘛，多给你一点信任。回唐山就出来了，不回就别出了，你随便。姑娘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报名热线是02-236-06301。您要有什么情感困惑，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报名，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看看这臭小子愿不愿意回家啊？请开门。哎，停。你要回唐山是吧？对，你说的啊。对，我说的，我要回唐山。你咋整啊？就是目的就是这个嘛。说了半天还没听明白，我们并不认为这样就是爱。女生，如果你真的爱这个男生，你该说的是，你应该去天津，而不是回来。你们俩着什么急呀？非要明天就结婚吗？那么小，你让他在天津打拼个3年5载的，都成熟了，那会儿他能在天津落户，你还愿意嫁给他，你们结婚啊？女生，其实你看啊，在这个现场，男生已经表达了一个态度，为了爱情我可以放弃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好好的聊一聊关于未来的规划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回。是真的初恋，这一种 feel